今天是那个9月20号礼拜天，那我们又来爬七星山。那爬这个七星山，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嘛，哈。上次也是在九月。哦，真的。嗯，2年前。你讲。今天有没有带我？啊？今天有没有带我？什么？今天有没有带我？Oreo 有。今天走这个七星山步道，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登，就是从这个梦幻湖的这个登山口来上去。那我们待会就来爬看看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是我们那个玉山计划的第一次的训练，所以因为我们要准备去爬玉山，所以今天的那个行程就是一次练习，带两个巴咖来练习。好，就这样。这里的视野很好。Hanna 跟 Chatty 正在慢慢的走七星山，边走边看。七早八早起来，两个小鬼从床上挖起来，6点钟就出发，7点钟到梦幻湖，很漂亮。就是，尤其是天气又刚好，真是非常棒。这里。但是不知道这个像不像爬玉山，好像有点太悠闲。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越爬越高了。这是从七星山的半山腰看下去，那是七星公园的凉亭。然后 Hanna 跟 Charity 到目前为止兴致都不错，很努力的在爬。不过一路上都要叫妈妈讲笑话。爬，那这个是七星山，然后可以看到上面的路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了。这里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上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还在爬，但是不错，其实又不热，小朋友又很配合，他们两个都很棒棒。一个顶呱呱，一个好棒棒，很好。天哪，来打个招呼。嗨，嗨。好 ，Chatty 来加油，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那个走七星山，那现在距离那个七星山的东峰还有大概300公尺。那我们从那个一路从那个梦幻湖走上来，这两只目前都是用自己走的，而且态度还不错。刚还一面唱歌一面讲笑话，对，这边视野很开阔，很棒。然后我们再走300公尺就可以到东峰。我们来讲。好，继续走啊。那个七星山的东峰还差一点点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梦幻湖，很漂亮的梦幻湖。好，小智的说他很累，所以休息一下。那大智的还在往上爬，快要到了。太慢了。我们到了那个七星山的东峰哈，那 Hanna， 你告诉爸爸说你找到的 secret number 是多少？1106。对了，所以这里是1106，海拔1106。好。Hello。我们
现在又在七星山的山顶，又一次来七星山了，是不是？上一次是那个 Charity 有来嘛？哈 ，Hanna 没有来。Hanna 没有来。对，不过上一次 Charity 是背上来的。对。这次两个都是自己走上来的。对。Hanna 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嗯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嗯。那爬山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嗯。那会不会累？对，我刚才说十五分钟，不好意思。会累吗？十五分钟不可能到哦。会。那下次还要来吗？爬了200公尺而已，可是我刚刚看到一点。还要来爬吗？嗯。再带 Oreo 上来吃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确定来，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爬山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会累吗？会。那你下次还要来吗？要。要吗？要。要、哦。下次还要来这里爬山吗？要。哦，好。